原标题史上最遭人恨的女汉奸，十七岁遭养父凌辱，四十一岁被枪决。三百多年前，满族的一支名为爱新觉罗氏的部族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了一个大清帝国，但历史前进的车轮终于在二百多年后将它碾得粉碎。在这粉碎的飞尘中，竟然还有人企图将那些沉默粘附在一起，重组大清帝国。做着这个复辟美梦的人便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原名爱新觉罗贤于，1906年出生，是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的第十四个女儿。1912年清朝灭亡，善耆为复辟而拉拢日本势力，将六岁的贤于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作为养女。贤于改名为川岛芳子，进入松本女校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并从川岛浪速那里接受政治、军事、情报等多种训练。1924年十七岁的川岛芳子出落成容貌清秀、亭亭玉立的美女，养父乘机强暴了她。凶狠的武士道精神和养父的强暴使川岛芳子变得性格怪异、放荡不羁、畸形疯狂。她经常女扮男装，痴迷于骑马、击剑、射击等激烈的男性运动，企图永远解脱女性。之后继承了亲生父亲善耆恢复满清思想的川岛芳子潜入中国，在中国从事情报活动，为日本关东军搜集了大量关于张学良东北军的情报。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步伐。因为川岛芳子为事变搜集了大量的情报，加之其前清宗室的身份，他深受关东军重用，成了关东军在中国的主要间谍。1932年川岛芳子利用其格格的身份帮助溥仪和婉容接触天津，为日后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奠定了基础。伪满洲国成立后，川岛芳子又利用其格格的身份从八旗子弟中招募了很多兵勇，成立了安国军，并被任命为安国军总司令。此后他将一个个高官政要玩弄于股掌之中，猛王甘如尔扎布、日本陆军军官山贺、连队旗手山家亨、孙中山之子孙科、作家村松、国民党中统高官陈果夫、伪满最高顾问多田骏、投机家和巨富伊东满二。芳子利用这些人的弱点，或巧言欺骗，或百般利诱，从他们口中得到大量的战略情报，同时也利用他们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总体战服务，伪满洲国成立。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1945年日本战败后，川岛芳子被捕，并被送上军事法庭。若川岛芳子以日本战犯的身份受审，其必然会被无罪释放，因为他的级别尚不能达到指定重大战略直接屠杀平民的地步。但是若以汉奸罪论处，则另当别论。他搜集东北军情报，策划上海128事变，协助溥仪逃出天津，为建立满洲国进行筹备准备工作等，这些汉奸罪行足以将其判处死刑。1947年10月5日，北平高等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金碧辉、川岛芳子是叛国者，汉奸罪、间谍罪成立，判处死刑。1948年3月25日，在写完遗书之后，被五花大绑后，押往北平第一监狱执行枪毙，终年41岁。1947年10月5日，北平高等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金碧辉、川岛芳子是叛国者，汉奸罪、间谍罪成立，判处死刑。1948年3月25日，在写完遗书之后，被五花大绑后，押往北平第一监狱执行枪毙，终年41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